这个是 equation one， 这个是 equation two， OK。From equation one， 我拿到我的 5s 等于 5.2t， 我的 s 等于 5.2t 除以 5， 这个是我 equation three。我 sub 我的 equation three into 我的 equation two 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一边这一个放进这一边里面，所以我就有这一个八括弧 5.2t 除 5， 然后加 3t 等于减 1， 然后我乘分母全部都是 5， 全部都是乘 5， 5遍，然后我再把这个乘进去，八五四十减 16t 加 15t 等于减 5， 减 t， OK， 这一个它会变成减 t， 然后等于减 45， 所以我的 t 会是等于45。OK， 这一边我乘减一，这边也乘减一，减一乘减一，它就变成加了。OK， 当然我们还有另一种做法是怎样的？我们的另一种做法是这样，就是说我有减 t， 就是减一乘 t 等于减45，所以我的 t 等于减45除减一，然后它等于45，这样就比较麻烦，你直接左右都乘减一会比较快。那我 sub 我的 t 等于45 into equation 3。OK， 也就是我的这一个 t 是45，我放进这一边里面，所以我的这一个 s 呢会是等于 5.2 乘45除以 5， 就45减45减90加5减85，减85除那个5的话是减17，所以我拿到我的 s 等于减17， t 等于45，这就是它的答案了。